立新邮轮旗舰处女星号举行马尼拉、老挝、高雄和香港四个城市的首航，停靠在马尼拉第十五号码头之后，游客纷纷下船观光，相当兴奋。那个晚餐很不错，哎，很不错。那第二天整天都在那个船上面，它有很多的活动，比如说有游泳池啦，还有那个什么赌博的啊。哎，还蛮稳的，不错啦。旗舰游轮高13层，有900多间船舱和房间，内有餐厅、秀场、游泳池和滑水道等娱乐设施。启动这条航线，预料可带动观光，为台湾的旅游产业注入新的活力，尤其是南台湾。我们会跟高雄市政府、高雄的港务局更共同的合作，就是简化签证的手续，让菲律宾的人民能够到我们新南向的桥多堡、高雄市去做旅游参观，甚至消费。Most of them will be going on what we call shore excursions or yung mga day tour. So nag-iikot na ho sila yan, and sigurado tayo nakasama ang shopping sa kanilang itinerary。新航线不只为南台湾带来人潮，也将为马尼拉和香港带来人气，创造多赢的观光效益。